把关键的结构的地方呢，我就会把它稍微重一点点了，这个时候，对吧？但是你是觉得，哎，这个 shape 差不多的时候，所以你还是要再去调整它。全都是用直线来去画，对吧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时候你就要学会边画 shape， 边画 hatching， 慢慢的大家要学会两件事情同步走。因为这个 shape， 这个阴影的这个 shape， 也会帮助你来把整个的这个结构本身给它弄得更正确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这件事情就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，哎，我就要求你们把 shape 先画准，然后再往下走。但是越来越往下走的时候，你们慢慢学会 shape 跟 hatching 同步走，因为所谓的这个 hatching， 你 hatching 也是这个 shape， 比如说它的Core shadow, cast shadow 也是 part of the 也是 shape 的一部分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慢慢的要，要求提高一点点。哎，还好，一开始这个位置就对了，一不小心还是正确的。哎，你一开始如果说不能够找到这么准确的这个线，对吧？那你就要找到它去，别着急去画这个 hatching， 对吧？我恰好这个就对了，恰好这个位置还可以，那就继续往下走了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就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找到正确的这个线来，不要着急画这个 hatching 这个阴影的东西。但是你要找对了以后，那你就顺便给它来一层，对吧？因为你看这个影子没有？哎，它是，然后再看这个影子，哎，它决定这个骨头的这个厚度，这个东西是你是需要画到的，这个。你早晚也画到它，那你现在干脆就给它画上去就完了。这里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你不需要画那么细节。
画这些骨头呢，你画的不是单个的骨头，你一定是画它们的关联，对吧？就是一个骨头跟另外一个骨头的，哎，连接在一起，是怎么样一个连接的一个微妙的一个连接关系，画的是这个事情。现在这个亮的地方有很多骨头的结构的东西，你要大胆的去给它画去。很多时候大家不敢画亮的地方，亮的地方不敢画，别怕，亮的地方该画还是要画。这是很重要的一块骨头，这是看这个位置是长你的虎牙的位置，同样的位置在这个位置长虎牙的位置，而虎牙的位置呢，就是嘴巴，看，这是嘴巴的正面，这是嘴巴的侧面，这是开始转折的位置。从这里开始，你看，我不会去把那个牙一颗一颗的画，而是一个整个这面全是重的，全是 dark in the dark side， 对吧？那就给它种下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。所以当你没有那么清楚这个骨头的结构，但是也这个很多很多画家也不清楚，那画的挺好的，没问题，就是这个把这个头盖骨画明白了就 OK 了。因为
是太阳穴的位置 the temple， 这是往后面转折的位置。 OK， 然后继续往下来，还可以吧，跟得上吧。对，因为没有杠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牙很长，对吧？这就是因为再往上一点点就长到这个骨头里面去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，那这个牙也是，哎，正面有一排，正面、侧面是这样子长下去的。假牙，对，那看从这里，啊，这个牙。底下这个牙，啊，那上面从这个牙开始，对吧？口舌头开始的地方，其他地方就不用考虑，是吧？其他地方画都画不画都可以，但是你最后你要画出来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考虑结构的时候，啊，是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。
Hafton 的地方，顺便就画一下。对吧？下周得一画，就好了。那、啊、就是这样子。